出了一点小小的状况啊。首先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，我是钟文泽。今天其实我的原计划是想和大家聊一聊 P30 Pro 它拍月亮的这些事儿啊。其实这个话题我很早之前就想聊来着，但是呢当时风波很动荡，对不对？我也怕产生对其他人产生一些伤害，所以说没聊啊。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一阵子，然后差不多尘埃落定了，然后我终于就是想把我之前跟大家说的那些事儿在这里跟说一说。但是今天出现的问题是今天没有月亮，今天是满天的星斗，你知道吗？满天的星辰，但是就是没有月亮。今天是农历的二十六，有个车来了，饿了么外卖啊。今天是农历的二十六，没有月亮吗？我。我一脸懵逼啊！我今天想说的主要是三点吧。第一点，拍月亮这事儿，我觉得太特殊了。它特殊的一个点就是，不管我们在哪个地方看到的月亮，永远是一样的。它上面的那个环形山不会变，陨石坑不会变，它的形状不会变。就比如说农历十五这一天，永远是一个圆月亮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总说，你说你再去想另外一个事情，有没有可能说拍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永远不变？我觉得没有了，就是月亮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太特殊了。我这是我自己的推测啊，华为它加入了一些算法啊。首先我跟大家说明白，这期视频没有任何人给钱啊，没有任何人驱动啊，就是我想说的一些我自己的看法。第二个点呢，就是我们在测试拍月亮是否是 P 上去的，是否是造假的情况，其实很容易去检查。你把这个月亮挡上一部分，检测这个它的算法是否是一个更先进的，还是一个更低等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你用一个手指挡住那个月亮的一部分，那个月亮就会被挡住一部分。就是它这个算法是能够把你这个遮挡物屏蔽掉的。那有的同学说，那我比如说来一波云彩，云遮月这样的效果，对吧？这种情况下，实际上这个月亮是会被拍出你当时的那个情景的，不是说你随便往天上一举就是一个月亮，对吧？第三个点我想说的呢，就是月亮模式，它默认的就是为你拍月亮算法而优化的。那你说这个时候我去拍一个盘子，然后我在盘子上批一个标志，批一个符号，然后我去属于绕过这个算法本身去欺骗这个机器，让它误以为你拍摄的是月亮，然后它出现了一些算法上的优化，然后你说这是造假，但这是一个月亮模式啊，对不对？它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拍月亮啊，忘记了这个实际的使用场景，而去单独的去考量这个技术本身，这是不符合绝大多数人使用体验的。当然了，这个事儿两面看嘛，没准对华为的优化算法，对工程师来说是好事儿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拿 P30 Pro， 对吧？很多同学现在验证那个月亮的时候，就对着屏幕去拍一个月亮，然后或者是对一个盘子去拍一个月亮，那这个部分完全可以把陀螺仪的算法加进去。就是如果用户不把这个手机举到某一个角度的时候，你这个月亮算法不被激活，对吧？那这个方式的时候，用户比如说真的想拍一个盘子，那个盘子恰好又很像月亮，就不会开启月亮模式了。那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可以华为在后续算法优化上的一个方向。那总的来说就是这三点吧。以上呢就是我对于 P30 Pro 拍月亮的一些观点啊。再次说明，这个视频没有任何人驱动我，包括没有任何人给我钱，就是我自己评测的一个观点吧，就是我评测的一个观点。好了，挺晚的，然后我出来也没有看到月亮啊。明天是五一啊，然后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，四天的小长假，对吧？啊，能玩就多玩，能吃呢就多吃。下个视频再见。